and gentlemen, Xiaomi here. So today, Xiaomi just released Mi 8, and I just authorized to translate this video from my good friend Yibing Keji. Please enjoy. First层的话，还是一些不用看芯，盒子整体的包装和之前的Xiaomi 6的3非常像，然后附送的一个清水的保护套。 以及一个3.5毫米耳机转接头，那意味着这款手机也是没有耳机孔的。其他的就属于不用看系列，我们直接放到一边。然后盒子里的就是小米8，按照之前的爆料，小米8将会支持 QC4加的快充技术，但是这个快充头依然和之前的小米 Mix 2S 一样，仍然是最高18瓦的快充，同时也是 QC3.0 的标准，几乎和配件和之前一模一样，也是一个 Type C 的数据线。我们把盒子放一边，直接看手机。 假装再撕磨一次，这是正面的，再看这边。先看一下整体外观，可以说整体外观和之前曝光的消息几乎是一模一样，就是正面的话采用了今年流行的刘海屏设计，不过和 iPhone 10不一样。 它仍然保留了一个比较窄的下巴，顶部的刘海宽度在目前国产的这些已经发布的刘海屏手机里面算是比较宽的。然后整体机身材质依然是玻璃的后盖，类似于之前小米6上面的曲面玻璃。然后这个亮蓝色的话，相比于之前的小米6的3的亮蓝色，就是它更加的淡一些，更加清新一些。然后中框它也采用了一个高光的处理。 整体的一体性还是相当的好，同时它的握在手上的重量也不是特别重。摄像头没有悬念的啊，还是和之前的小米 Mix 2S、 小米 6S 一样，采用类似和 iPhone 10一样的竖排放置。而这个标准版的小米6仍然是后置指纹识别，底部的话采用对称式设计，中间是 Type C 接口，两边分别是扬声器以及麦克风。可以说整体外观上的话算是 中规中矩，和之前爆料的基本上保持一致。不过呢，整体的做工还是相当不错，尤其是这个蓝色版本，看起来的话一体性极强，可以说是相当的漂亮。配置上的话，这款是6加128GB 版本，搭载的是骁龙845处理器，性能版本的话是开发版的 MIUI 10。然后在 MIUI 10中的话，它也对于这个刘海做了一个可隐藏的设计。 然后在全面屏选项里有一个隐藏刘海的开关，同时这一次针对于全面屏的手势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可以说整体的流畅度相比于之前小米 Mix 2S 上面手势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依然是上滑悬停呼出多任务，不过多任务的界面做了重新的排列，左右滑动可以删除多任务，之前是左右滑动可以退回上一个，而现在 你从左边或者右边滑动，然后悬停，可以回到上一个应用或者下一个应用，同时在通知栏的排列以及风格上也做了调整，整体看上去的话更加的贴近于原生安卓，更加的扁平化。同时音量调节按键在屏幕右侧，以一个非常粗的形状显示，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这次小米8后置双摄的主镜头仍然是小米 Mix 2S 的那个 MS 365，不过呢，根据官方的说法，就因为在算法上进行了升级，官方宣称这是目前拍照最好的小米手机。当然，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详细的为大家进行测试。整体的上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具体的体验呢，我们也会在稍后发一个详细的体验视频。更详细体验可以关注我们的上手视频。我是一鸣，我们下期见。